到讲师，然后他对人际沟通以及激励人心有就是相当浓厚兴趣，让我欢迎他。会注意到这个议题是大概一年以前，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用到人知识办事情，突然间有一个正妹一面而来，然后笑容可掬的跟我说：“哎，我听威蒂听过你，威蒂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可以请你替医院进行一场演讲吗？讲你是正向思考。”我心里想 ：“Oh my god！” 第一次有人邀请我进行这么大场面的演说，而且还要叫我那个刚发现他老公有小三的同事来听我讲这个，所以我当下脑中出现两种声音，我听到我的右脑跟我说：“哎，答应他你的菜，答应他我就会跟他当朋友。”然后再听到我的左脑跟我说：“不行，一众咖啡感针对全面进行这么大场面的演说。”所以，大家猜是左脑胜还是右脑胜？右脑胜。对，拒绝女生有两种方式哦。第一种是比较威风的，就跟她说：“不，我不行。”我印象中这个是大概只有在麦当劳才有机会跟女生说这句话。可以要加大吗？不，我不要。哈哈哈哈哈。威风的，就是说：“不，我不行。”我开始发现，获取成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鸭子划水。但如果遇到像这样有机会跟群众分享想法的机会，就要好好把握。总归一辈子都在鸭子划水，划久了，人家会真的当做你是鸭子，以为你只会呱呱叫，很惨，对不对？我虽然不是什么咖，但是一个领域待久了，总应该都有机会向别人分享你的经验嘛。如果这一关我过不了，那我职场的人见度可能就没有办法显著的提升。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公开好的公开演说能够让鸭子变天的。举个例子，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可以说是近代无人不知的人物吼。那我那个五岁的侄子都会说，我长大要变爱因斯坦，然后发明比原子弹还厉害的武器。对，那所以不过大家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是他很聪明，智商180，对不对？但事实上他面对群众的表达能力也是高人一等。曾经有一个记者问爱因斯坦说：“博士，什么是相对论？”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把他对学者的复杂解释讲给记者听。他说：“如果你把手放到火炉上，一分钟像是十分钟；但是如果你跟一个美女共进晚餐，十分钟却像一分钟，这就是相对论。”也许你会说：“哎，爱因斯坦生下来就是天鹅啊，那么聪明，当然逻辑清晰，表达能力佳。”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哦：“聪明的人不见得有好口才，但是一个有好口才的人，旁人就会觉得你很聪明。”我们姑且不论像白骨啊、苏伯特这些因为生前表达能力不佳，没有办法向别人分享他的作品，所以时候才构成一个天才。我们来看我身旁的例子，大学教授，我们都遇过那种上课很无聊，每次上课都要看一下平均目标只出三只教授的人。这种教授又特别爱点名，所以遇到这种教授不得不去。那你会发现，这种教授上课的时候比较抢手的座位是走到跟门。能够有一个好的演说能力的人，我相信有人天生就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跟舞台魅力。但我相信更多人是必须靠不断的努力学习。举个例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股市名人吴立阳先生？他现在是一个一年演讲上百场，一场讲酬可以达百万的超级讲者。但他在他的新书里面说，他曾经一场演讲只有5个观众，其中一人最后在观众席举手对他说：“吴先生，请问讲完了吗？我是场地管理，我要观众。”所以我相信好的演说能力是可以学，但问题是怎么学？我曾经想学，但真正要学才发现，市场上相关的资源非常的少哦。大部分的书都在强调沟通跟表达能力的重要性，但我相信这绝对不等于公开演说的能力。所以我在想说，那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自己来建构如何？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我们自己来成立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有比较完整的方案，协助大众提升公开演说的能力。以下就是我想到的三大方案哦。方案一，讲师分享指导课程。我们事实上也遇过很多杰出的讲者，有 Steve Jobs、奥巴马，以及像国内的愚昧人，最近很红的九把刀。人家说讲古一点绝，我想如果能够请到这些不同领域跟专业背景的讲师来针对演说主题进行课程指导跟经验分享，一定能够帮助很多也很想要提升公开演说努力的人，减少很多尝试错误跟摸索的时间成本。所以我在想说，这是一个第一个可以请这些讲师来帮我们分享15秒多久。慢慢的同才支持团体，一场好的演说一定要事先经过充分的练习跟调整。所以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能够针对一群已经对公开演说有相当的经验或者是能力的团体进行，再由他们给回馈跟建议来调整，一定能够正式演说中有最佳的表现。那第三，演说的时候尤其在练习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协助进行影音记录，就能够帮助讲者在
透过研究看他自己，看到他自己在肢体跟身量上的状况，那透过研究可以自己在家不断的回馈，并针对盲点进行修正。那所以以上就是我想到目前想到的三大方案。如果您对这样的讯息有兴趣，也许待会我们可以聊聊哦。那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成立提供这样服务的组织，谢谢大家。我爸也是个教授，不知道他真的讲课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坐在前排还是坐在旁边。